磕死我了，我就知道这一个是郭麒麟老师。我爱男女啊？是吗？我爱异性恋是这个意思是吗？啊，你这 YYYYYDS 永远的神。 IG 是一个著名的电子竞技的那个队伍， IG 可厉害了。 LG LG 啊 LG 老公， LP 就是老婆。电子失恋，电子失恋就是网恋失败。你在网上偷摸的喜欢一个人，完了还有对象了，你电子失恋了。差不多这个题应该就比如说看完这个剧，看怎么觉得自己失恋了。那什么差不多，差太远了，还差不多。你还挺会，连续剧结束了之后呢？就失恋了。看心动信号呗，就是这俩人啊。可以从你追我变成我追你，但是他俩不能分手，就是他俩太合适了，太甜了，我把明天鱼搬来了，我在坑里躺平了。是说网文作者挖坑不填，大家就在那坑里躺着吗？真相是假，真相就是假的。我老看我朋友还有他对象聊天记录啥的，就他看给我看的，给我看的，我就愿意看别人秀恩爱那种，就是天天发照片啊，聊天记录、转账记录、送礼物，完了我就不愿意看这种了。不可纸片人，网文算吗？算啊，也不可，就问问。那他就是自己认为呗，那我还认为吴彦祖是我老公，那不随便认为吗？那没打扰到吴彦祖就可以了。现在吴彦祖结婚了，我开玩笑的，对不起。那他没结婚的时候，我有这么想过。